这房子拥有方便打理的人造草坪和宽敞的 deck， 绝对不是你在 Prison Park 看到的一般的家庭房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临近沙滩和波特雷公园，开车到市中心也只需十几分钟。我相信你和家人会爱上居住在这个房子的生活方式。我期待在房子开放日跟你见面。